而且呢，咱知影有一个人下骹有一个人，啊，耶稣迄阵啊，伊有一个罗马兵丁用枪甲插，有血甲水流出来。啊，有一个亚玛利人，伊写话亚玛利人吼，我那写啥？我是写亚利嘛，亚利嘛是亚玛利，亚玛利，还是亚利亚利嘛？是我写唔对。亚玛利吼，有一个人亚玛利人约瑟对无？来求啥？求耶稣的信息吼，将伊啊，甲另外一个尼哥底母对无？迄是啥？犹太人的啥？官对无？伊半暝来见耶稣，讲迄个钉头星的代志，吼、哦，所以伊将耶稣的信息用香料来包起来，然后放在一个伊的家己迄个坟墓，迄个坟墓无人有啥？用过，所以用大石头甲封起来。所以第二，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耶稣这个爱死？耶稣会使袂使死无？耶稣一定爱死，这是上帝的计划，因为无死无法度解决啥。罪，所以这个问题啊，足大，所以才下加第四页，真侪人无明白耶稣是安怎爱死，为什么上帝啊，无就赦免因，为什么上帝得较死？上帝无法度赦免因，因安怎？伊上帝是公义的，伊讲啥犯罪，伊得较爱啥爱死，所以这样呢，上帝要行伊的律法的时阵，上帝说一切所行的拢爱有啥公义啊，公义啊。公义，公义甲正义有啥办法？啊？公义甲正义，你讲干嘛呀？差不多啦、哦，差不多。没有，正义好像是个人的，对，公义是国家的，真是。公义是公平加正义。哈哈哈！哦，正义是正义加正义，正义是正义加公平。所以上帝公义，当我们讲的哎，最好自义上为义，这个很多，这个很麻烦哈。所以上这个利未人。吼、哦，利未人拢感觉家己啥对，因为因读足侪册，所以人册若读哪悬吼，伊会感觉伊个观点是啥？哪高超？哪高超？等下我讲到，我会讲到。儒家的思想，孔子也是安尼。孔子讲，你爱追求，你若读博士哪侪吼，人对你吼哪啥？哑婆。哦，婆，因安那？你有啥物？观念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讲。这个义的物件吼，是这个公义是上帝的标准，上帝啥标准？上帝内底呢，上帝标准是上帝的公义，所以上帝的公义内底呢，无啥，无啥物，无罪，无高帮个，这个罪物件在内底，什么罪就代表啥？有自私，有啥？自私自利。哦，这台湾你嘛学足侪代志哦，拢是这平凡啊，做一寡代志。这个罪吼，公义吼，这台湾你做怎么做啥？什么吹捧公义什么？啊，这个证明。所以上帝标准是公义啊。好、哦，所以伫公义的物件，你爱讲啊，无输啊，上帝标准是啥？你爱家己读圣经啊，圣经内底讲就足清楚上帝公义的标准。所以上帝有阻碍，阻碍甲公义是啥物关系？阻碍甲公义啥物关系？公义下骹有啥物？有啥物？是非。审判。审判官，台湾的司法，即马个不公，上帝有不公平无？上帝无不公平，上帝审判是甲，审判内底一定是啥？有啥？有公平。所以审判内底有公义，迄、那个公义就是伫，所以伫这个公义甲阻碍是好像一个钱的两面，平衡的。上帝吼对你有阻碍，但是上帝也有公义。像你讲，就囡仔来，偷食糖仔，你甲拍好，恁去细汉有甲拍好，还是做歹代志，面壁有无？还是哪？艾德森有无？规嘞，规嘞。我话你即摆对个家庭吼较好。嘿，迄细只拢，别囡仔囡仔 ，OK 啦。啊，对大汉的吼较严，吼、哦，这是人的吼、哦。所以兄弟，
当咱在做这个惩罚哦，阮昨阮囝出来就是那，我看伊咧教伊那哦，会惊，足严的啦，这个罚。哦，即马迄个大只吼，大只，五岁六岁，来个只哦，啊，要叫我带去判天所，后来我带你去，爸讲袂使，我开始哭啊，我用哭，用哭来什么，要取得什么东西？父母的什么？哦，你爸讲弄，哦，就带去房间啊，安尼讲出来安尼。所以罚兄弟，你伫上帝面前哭。会使，但是上帝哈一定有啥变化。今即摆信仰时代是稳定时代，是毋是？对。对。上帝，你若做唔对，上帝一定赦免，对唔对？唔对。稳定的时代是讲啥物？上帝稳定是啥？会配合你。啊？会配合你。迄个救恩上帝给你啊，但是呢，你已经大人，你若做唔对，上帝讲啥？你自己要想。古约时代是讲恶有恶报，善有啥善报。啊，你杀一个人，来死一个人。但是新约时代是啥？上帝已经啦，将你一做啥，拢赦免。啊，赦免以后，但是呢，伊赦免内底，咱是讲哇，咱一切啥？因为上帝赦免，带来啥？上帝主爱就是稳定，恩典，恩典的时代，恩典的时代，我们讲要跟怎样，把这个 grace 吼，跟典恩典是讲，我白因我啥？过去做的啥，上帝加啥？下面，加下面。所以我即摆爱呐，搁较珍惜这个稳定，我爱搁较是呐。小心。嘿、欸，为啥？抓牢这个稳定，所以稳定吼，在潘佛法讲是廉价稳定还是贵重的稳定？贵重。其实它是贵重，不是廉价。所以白白的救恩，迄个另外是另一个问题吼。迄救恩其实耶稣基督替咱付出，好一家。所以一只呢，上帝的疼，一家吼第四跩啊。咱已经犯了罪，所以咱得个爱受死。上帝疼咱，要拯救咱，但是伊却无可能是啥不义的。所以上帝所行一切，拢得个甲伊的本性相啥符合。哦，上帝是伊公义的本性，所以公义的本性一定要合。所以上帝呐，忽视了我们的罪，而接受我们进天堂，会使无？未使啊！啊，你有罪。啊！你无做，拢会使进入天堂哇！安尼啊，还有公平无？啊，无公平！我顶下讲，我陈俊清有人讲，陈俊清我杀人，我是进天堂啊！我歹去，这个 case 哦。但是上帝呢，伊确实公义，但是呢，而且吼，上帝是公义佮慈爱吼，所以伊爱满足伊的公义佮慈爱。上帝讲啥？伊是公义的上帝，有佮是啥？救主，这个上帝是救主。伊救主的计划一定是啥？上帝接着啥？接着啥？耶稣基督，对不？伊家己本身吼，伊、哦、是家己本身啦。上帝讲，上帝疼将伊的囝，啊，迄、那个囝是啥？其实是耶稣本身，是上帝本身。但是伊啊用囝的迄个方式，若无用囝方式，你袂了解。上帝将他的儿子，有没有？上帝的儿子，伊是用囝，伊是三位一体，是上帝本身。这上帝本身呢，用救主耶稣来受啥物？受死，为咱安那，咱死伊啊，咱啥会当啦？首先，所以上帝耶稣基督已经死，因为耶稣基督死，咱会使啥？过啥？活，哇，就做定啦。所以你今仔会知讲，你今仔活吼，毋是家己活，你为耶稣基督来活。所以你一切拢是稳定。所以你也是爱听哇，安尼，我是感谢主，为感谢开始你就滴你的，迄个焦点就无同款，吼、哦，迄个焦点无同款，下骹咱看，所以上帝下骹吼讲，上帝怎样拯救咱，佮同时啥物，讲伊就是亲自担当咱啦，咱的罪并受咱的罪的刑罚，达到即人，下骹讲啥，讲一个老人偷啥，偷啥物，面包，吼、哦，佮发财，啊发伊讲。啊！你有偷听？伊讲我有偷听，我足枵的啊！但是迄个法官哦，有智慧讲好，安尼我同情你已经破坏了啥律法？好，你得甲受罚，搁啥？搁关监？啊，结果咧，啊老人讲啊，我无钱，啊我无法度付啥？付罚款。
迄时法官将伊个啥，伊个啥，伊个袍安那脱起来，伊就毋是法官咯。然后呢，伊行去老人面前，将迄个钱囥伫老人讲：啊，法官，我的确爱判你有罪，但是做你个朋友，我爱替你啥付啥付钱，我家己先付钱。啊，你就啥会再付啥头退？但是呢，但是呢。你有迄个罪，犯罪迄个罪，这个罪爱啥 ？Broke，you broke the law， 对吧？当你 broke the law， 你爱做啥 ？Pay， 你 pay， 但是呢 ，pay 够不够？付钱就，咱犯法是付钱就好，是不是？真足简单嘞。没有钱钱。啊？诶，伫法国，一个人，甲这个，迄个。迄个法拉利停伫迄个路边，迄个警察来讲 ，Hey， you cannot park here， 伊互你罚单，伊讲 ，It's okay， I can pay。所以你感觉啊，这人有法无？伊讲我有钱啊，我钱足济啊，我有钱就好啊，我较紧，我犯法我就钱足济啊，我直直还，安尼对唔对？你感觉？法律怎么惩罚这种人？惯犯，吊销执照。即摆吼，人家只有足侪 case 是讲，即个囡仔吼在遮读册，读册以后拢有钱，带了来，带了来吼，当人啊来。即个囡仔在遮读册以后吼，因啊呐，因钱足侪，所以因就将迄个学校的爬门啊呐，关破。啊，三个月换一个学校。无法度啊，因为安那，伊讲我有钱啊，伊就是一种那个。到时上尾咧，伊美国政府甲这个囡仔讲，后摆吼，请你唔通来美国，啊，变作这个问题。这，吼，变作这个有问题，就这个，咱这个罪对罪吼，这个认知，吼，该认知啊，对。所以今仔日，等下咱有迄个分享的指导吼，恁。四月份的金句是啥？恁会记得无？恁有看？罪啊！哈？要承认罪啊！上面。四月份啊，恁有咧注意无？无说遐查你创啊个事。认罪。哈哈。恁还逼住啥？逼住认罪，所以啊，四月份吼，我你现在等下吼，逼住认罪。嗯。啊。四月份逼住认罪，逼住代求，这是爱咱爱做的，所以。咱吼，咱等下四月份好，会甲，所以这个法官就呾提钱来付伊个款。咱亲像迄个人犯了法，无法安那，偿还啥物罪债，吼。所以咱违反了上帝律法，爱受罚，但是咧上帝会惊，代安那，啊为咱啊为咱受这个反省哈，代表社会反省之罪债，这个受罚的刑罚，会甲。圣经内底上宝贵真理是啥物？上帝囝啥？为咱疼咱，啊啦，为咱来做事吼。这个咱知影吼，下骹吼，所以这个上帝会当讲伊下面所有信靠基督为救主的人，这句吼会注意。上帝会讲伊会当下面信靠，所以你若无法度信靠耶稣基督，上帝无法度下面。所以有一款神学叫做普救神学，是讲上帝救所有世界的人，但是呢，这个普救神学吼，有一款问题，是讲上帝是救迄个啥信靠伊的人，你要相信他，你不相信他的话，上帝怎么拯救你？对吧？所以这是一个问题。所以上帝吼啊，上帝是疼世界人所有的人，但是呢，伊有一个条件是你要信靠伊。所以下骹呢，咱看就是讲，上帝无应允罪人受免受刑，吼、哦，人因着罪恶就啥受死。但是遮个注释哩是决定彰显上帝公义的主神，咱的确接纳耶稣做咱的啥，因果，我们要接纳主，这很重要啊、哦。耶稣基督是那个宝贵的那个羔羊，所以恁下骹看就讲，咱若无流血。罪就袂得到啥赦免，所以下骹啊，咱看到古约时代迄个羊羔吼赎罪祭吼，咱有已经看着。
所以当这个约翰看到耶稣的时阵，伊的迄句话是啥？上帝啊！约翰伫约翰头洗礼，但是看到耶稣安那，伊讲啥？看到上帝的羔羊，上帝应过，上帝的羔羊为世人舍的。好，所以约翰知道啊，你看约翰是啥？是先知啊，伊知影讲耶稣基督，所以迄个上帝应过已经为咱的罪哈受苦和受死。这也看第四页最后一行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什么？我们的痛苦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什么罪孽压伤，他的受刑罚我们的平安，他受的鞭伤我们的什么医治？所以以赛亚书我的上句哈，也看，所以这里医治哈，这里耶稣立掉立得上，医治就是上罪下面，好也看哈，所以。所以你知影吼，第下骹吼，伊讲知影耶稣为世人的罪死是无够呀，你得较觉悟，伊是为着啥？为着你的罪死，第五页的第三章吼，你得较甲伊要啥认同并接纳伊做你的啥羊羔。所以古约时代，伊会爱将手放伫啥羊羔的啥头顶。好、哦，头顶，然后讲，这只羊为我死，所以下骹呢，来下骹，只我先有空白着，迄、那个空白是写你的名，来，写你的名哈、哦，啊，你会使安尼读，来，伊诚然担当啥啦？王祖桓的罪，啊啦，忧患，背负谁？王祖桓。的痛苦，他为什么翁淑桓的上过患受害，为的啊，然后他受的刑罚怎样？谁得平安？我们自己，咱得平安。所以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所以下骹呢，就是讲，咱知影讲耶稣基督，伊来到世间的时阵，伊是为着咱，吼。所以咱会当得到安那完全哦，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第五课所讲的讲耶稣基督的死哦。所以第下卡呢，第下卡有讲到什么？第五戒就孝敬啥父母，这恁拢知啦吼、哦。所以孝敬父母，恁这啊时间的关系啊，恁家己看吼，安那孝敬吼，孝敬父母诶，父母是这个古约吼。哦啊，安那，提出来自己讲，啊，就新约，我安那讲，新约当时讲，都使用讲就是孝敬父母。喂，新约都一句讲到孝敬父母啦。啊？当孝敬你的父母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啥？诫命，使你在地上怎样？你活较久个，有无？哎、欸，我老师也袂记啊，记得。伊有写呀，有无？这有写无？天摩太啊，是毋是伊有写？来，孝敬，孝敬是不是天摩太？哎、欸，不是。伊有写来，是毋是伊有写？我会记得伊有写。啊？孝敬父母。第六章吼。第六章第二、第三节，孝敬父母。对，孝敬来。第六章第二节，安那？孝敬父母。第六章第二节，右手来，对来读。对，孝敬父母，何利上？何利上？得福。得福。在世上，当岁寿，这是第一条大啦，应允的诫命。哦，你看，是要讲个足清楚。哦，咱来孝敬父母，所以人讲基督教死无靠，有影无影无影啦。基督教讲你伫世间的人活的时阵吼，较友好咧，啊死的时阵吼，唔免较友好，拜到要死，请人来靠，迄种啥，无效啦，免请人来靠，简单就好啊。吼，所以会知第一条在应许的就好，下卡第六界唔通啥。唔通杀人，吼、哦，出来记记吼。所以这个，咱看到第六戒讲唔通杀人，只呐讲这个戒命是讲，
咱若摕人的性命，哦，台湾即摆伫讲吼，处死刑吼，是合法不合法？因对吼，台湾即摆是讲，你若犯罪就啥死刑。美国有一寡州讲啥，无死刑，关关。所以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吼。所以即个啊，所以啊，即创世纪第九章讲。那老人血的杀人，伊的血也予人所受牢，创出是第九章一人。所以是说，这个戒命是禁止人因为无良的动机来取另外一个人的啥性命，因为人是按照啥上帝啥形象做的，所以有一个灵魂呐，迄灵魂是足宝贵吼。所以这个啊，第六戒伊讲着讲杀人吼，下骹伫马可福音，耶稣讲吼。对内底就是对人心内发出恶念、蛊惑、偷窃、凶杀，这款的吼，佫较厉害，就是用心来啥杀人，啊，用心来杀人，吼、哦，这是足重要，就是咱的这个心吼、哦，咱若对一个人恨人还是啥，就是杀人，哇，这是足高的这个标准，足高的标准吼、哦，所以咱。这个爱家己去反省吼，像咱是毋是有这个杀人？所以伫北加州吼，啊，我捌着一个牧者吼，啊，伊少年，但是呢，伊去看网站，啊，甲一个未成年的查某囡仔吼，伫遐讲遐有诶无诶代志。但是呢，伊甲伊约伫三日个要见面，但是伊无去，伊就甲伊约，结果咧，迄、那个少年仔是啥？是警察的叫做 Green Sting， 那么警察的专门的找这个叫做啊未少年犯的这个啥啊，就是讲有这个 intention 哦，陈医师可能讲这心怎样看啊，叫医生，你在心里面哦有那个意念，但是你没有去犯哦，伊就塞车哦啊去甲 park 要见迄个查囡，啊见迄个查囡是警察啦。警察假装什么？假装那个小孩子，假装我是14岁的小孩子。他说：“啊，那我就跟你这样。”啊，无输人，伊想着这个诱惑，伊去干啊？又犯罪无？他没有做，他没有做，他只是跟他 email， 这样有没有犯罪？有，训练判刑。法律上就是说，你有这个意念。intention， 还有一个 news broadcast 那个主持人嘛是安尼，所以这个人心的，先去讲人心内这个果念要注意，要注意，吼、哦，咱的那心内意念吼，会造成啥？即款，所以即马社会无安定，是讲，我唔知你想啥物，我徛你边，我唔知讲你到时都要吐出来对无？这个东西很恐怖的，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想念说，唔通害人就是讲。咱的心内意念，若有混乱，也是讲啥，这是构成杀人，所以下较注爱做注意，咱的嘴下较会杀人。你讲一句话，让人受伤，啊，迄人就是受伤，为着你一句话，我抓，吼、哦，不能的。好，哈，第五课来。在旧约时代，上帝指明的得到罪赦免，因安那，来坐恁条，啊。献祭为罪，献上祭物。啊，对。献上祭物。所以献上祭物吼，因为迄个祭物属于伊的罪啦。所以咱每一个人啊，家己来彼此吼，咱啊家己爱彼此，啊家己爱认罪，吼，这个也讲是做唔成吼。希望吼，咱啊，第二，上帝驾驶伊的子民，这个伟大的真理是啥物？理。啊？理。哎。那无啥物，那无流老血，就无啥罪赦免吼，这里是足大吼，老血吼，所以，唔是讲死吼，做好平衡来弥补，吼，这唔是吼。第三，迄个啥，渴望得到赦免的人，带一只羊来到祭司遐，将手放在羊的头顶，伊安尼做是啥？以羊认同。哦。羊认同，羊认同，对，迄只羊就代替伊啦，
哦，伊用认同，认识。耶稣的死是无啥，无不寻常，就无不是普通的，因为怎？啊，对，伊知影，伊知影，所以伊知影，所以耶稣知影伊当时当啥物所在，当时要安那死哦。第五宗教领袖因啥？因安那？因恨耶稣，第搁要啥？搁要杀伊，是因为啥物？自称为上帝。啊？所以有一个人自称伊是上帝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吼、哦，所以因无可能接受这啦，吼、哦。第六，伫克西马尼园，耶稣基督啥物？求天父的旨意，就是天父。所以我们的祷告也是应该，吼、哦，咱的祈祷也是啥？吼、哦，天父旨意完成伫咱的心中，就是咱的祈祷，吼、哦。第七，关于伊的死，耶稣安那？能驾驭地，能驾驭天，能驾驭水，能驾驭水。对，耶稣，伊选择了上什么？就是伊个，好，所以就是好。第八，上帝为赦免咱的罪，原因是啥？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代替了代价，嗯，好。第九，今仔日咱若要得到上帝的赦免，咱得靠安那？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，这是接纳耶稣为我们的羔羊。好、哦，所以相信加啥接纳，哦，相信接纳。所以这个悔改啊，过悔改啊，吓吓、啊。第十，咱违反了啥，唔通杀人，这个诫命是啥？当我们恨人时，好、哦，啊，在恨人的时候。第一个是你恨人的时候就怎样，已经违反了，啊，真正杀人诶、欸，也是违反，对吧？啊、哦，所以这是啊 ，A B 啊，其实 B 是先的哈、哦，所以恨人的时候，当那个意念的时候就已经那个了，因为自由的时间吼，介无济，所以我有印一寡吼，咱另外就讲恁转去看吼。啊，这是一寡神学较深的物件，好无？啊，恁希望有看啦，无再啊，唔好讲我印印，恁袂看。来，咱另外讲一下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而且吼，有这个，才讲到赎罪基督的死吼，甲赎罪意义甲范围吼。恁当伊了我看讲，耶稣基督的死，第一个就是啥？代替性 ，substitution， 哦，代替性的，所以伊代替咱，哦，代替咱死，哦，就是这下卡，哦，所以伊代替咱死，咱靠法度啥？伫伊生命得着活，哦，这下卡哦，恁家己吼，因为这个咱。我想恁回去看后礼拜，咱就啊讲一下吼。第二个讲啥物？救赎 （redemption）， 吼、哦、，redemption， 救赎，吼、哦，救赎，吼、哦。所以是救赎，就是讲咱对市场啥买来，甲买来就是讲，吼、哦，甲买来哈、哦。所以信徒是基督，和耶稣基督啥买来，所以咱是属的耶稣基督，会记哩啊？我们是属于什么？耶稣基督的，哦、所以古早吼有迄落，迄个 Newton 有无 ？Newton， 迄个 Newton， 伊写一个圣诗 ，Amazing Grace， 哇！这个 Newton 古早是卖啥？伊古早是奴隶啦，啊，结果是卖奴隶，结果叫人去哪？他是卖奴隶，又变成啥？奴隶被人家卖，所以他是以后成了牧师的时候。他说：“也墓碑啊，像我是一个罪人，也墓碑。所以那时候牛顿写说 ‘Amazing Grace’ 啊，我现在还学习下来。所以好，这个是这是救赎。所以您等下吼，你要看的，这可能要做一挂时间了，看哈。第三个来第一啊，讲的什么 ？Reconciliation 叫做啥？什么？和好，哦，和好就是跟咱上帝建立啥一个什么？”好好的关系，这个好好的关系，若无这个做解决，咱无法度好好。
所以好好这个是迄个文吼，就是讲改变吼，会当改变已经有一个新的关系。过来有一个什么 ？propitiation 就是讲挽回祭，到底咱要挽回祭，咱讲这圣经内底讲挽回祭对无？吼，挽回祭吼，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吼，就是亚坎。亚坎上帝的这个愤怒挽回祭，挽回祭，哦，挽回祭。所以这个下骹哦，下骹上尾第二啊，迄第二啊遐讲挽回祭，其实是啥？就是对上帝的角度来看，就是讲，借着基督，咱来互上帝的关系啦，得到啥？和好，啊、哦，伊的圣洁用基督死来维护来完全。好、哦，好来第三页，下面，哦，上帝下面。啊，下面啊，这个下面是对人的角度来看，啊，人的角度看，其实咯，对上帝角度吼，啊人的角度上，我下面你啊，称义，因信称义无 ，justification 啊，所以下罪甲救恩这个物件，称义就是较啥积极，吼积极，所以咱已经予耶稣基督吼，一个相信耶稣基督。为己上帝称咱做己，所以说称伊是上帝恩典的一个恩赐。下骹有限的啥赎罪？哦，什么叫有限的赎罪？哦，这恁等于第一看，啊，甲第四页来，第四页讲啥？无限的什么赎罪？哦，这是另外一个无限款的。所以这个新学的物件，恁如果看的时阵哦，咱会使知影讲。有限的赎罪甲无限的赎罪，这神学是一个公式，吼，一个公式。下骹呢，有一个啥？这个穆迪神学手册也有讲到错误的这个赎罪理论，吼，是一个撒旦赎罪论。伊讲耶稣来吼是欲啊撒旦啊啦，哦，是赎罪是哈，是欲付钱给撒旦，哈哈，哦，耶稣付钱吼，欲给撒旦。因为撒旦，啊，这是了。啊，另外个中断复合论、啊教义论，这道德，伊种这个讲无共款。恁等于做一寡功课吼，啊，了看者，讲无事啊，哦，这相亲无看无，啊，咱就来讨论，啊，我们来讨论一下啊。有闲你看者啊，安那相亲吼，这来去，好，好。咱我看后礼拜吼，我无伫个吼，啊，第六课啊，请啥人要带？老丁咯吼，啊，你带吼。介绍哈第六课哈，有无？你有第六课无？没有。来，在后礼拜咱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教法，啊，遐有一个经节吼，恁来留意它，吼，好，第六课，好。啊，拜主要吼，咱啊到一个程度，咱啊请这个同工起来带，吼，啊起来带。第六个有无？好，看哪？一星期呀。好，哎，两点。一星期呀。多的吗？啊？有啊，我有。第六个的中间 miss， 中间 miss。什么 miss？ 第几呀？对。